可以换枪。其实基本上一开始学什么都没差。哦哟，这个就是之前那个不同的那个。我1945回家回家回家，给家管。我怎么僵尸都掉头发？哇，这游戏灵敏度这么高。哎、欸。他为什么不能走？切到切法。我、哦、没有吗？他在没有瞄准的时候灵敏度超高，他瞄准的时候灵敏度超高。对啊，啊记得找子弹吗？记得找子弹。等一下，弹药。我们是狙击枪可以用。哈！哈！是什么弹？弹给你。他提声有多大声？哎哈！啊，我枪声有多小这样？会挑东西，枪声超小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可以挑啊，你后面一点，你再后面一点。我先直播打完，你没子弹呢、欸？子弹有多少？要记得收他们身上的东西才有子弹。游戏里面超小，还卖懂的，这办法给队友那个，那个给队友子弹啊，不行，还要自己捡。好笑！对他这样打到，这个直接有的会直接死掉，他直接变成那个不给你收，变成残渣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怎么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一边打，然后你要让我是生命危险区，去那边收。越穷，我真的越穷，我们穷到烂掉，我冲锋枪只剩4%子弹。楼上吗？要怎么玩？哎、欸，后面，上前行吗？等一下，我收一下，我先收一下，等一下，收一下。还收一下，我手枪啊，全都手枪，当然手枪拿起来打。太多了，守不住就一直往楼上走啊，我守不住的话。怎么拿手弹啊？不是狙啊，我狙是做动作啊。我想一下 ，F 啊，按啊，敢按住我，按住我，要按住我。不要像我一样，不要按错了直接乱跳。看怎么都没有。这游戏是不是有什么技能啊？不然没技能，这收子弹的数量真的够打完吗？这真的够打完一关吗？子弹吧。哎、欸，还有吗？看一下，一定有倒在地上的。哎、欸，有的装死会倒下。掉了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可以走了，爸，可以吗？嗯嗯，看一下，还是我直接从检查点开始，直接从检查点开始啊，快要不在这边，算数算数算数算，哎，子弹是空的，子弹是少的。
就尸体不后了。我们看。大家收一下子弹。没有，等一下大家就是可以换枪，不用不用。他每次地图都有这种像一个防区，然后像安全区啊，安全区，像这个的，这个亮绿灯。哦。你们可以这边可以补弹。要拼掉。这是无限拿的吗？无限拿，无限拿，就是桌子上的，看你喜欢什么就拿。啊，这边是狙击枪。我不。无限。没有手榴弹，就地雷、半雷、炸药。好，开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走。踹一下，注意看前踹。可是我新拿左，想要用右。呜、哦。妈的，别生气。啪啪。有一些墙可以让你跨，有一些不让你跨。我没跨。啊，我手枪建议拿左轮啊，因为我是直接秒哎、欸，不管说你瞄上半身，他会直接死掉，直接爆。那可能你换弹换弹很慢，要注意了。风，这个跳下去你会卡风车，这个半雷。我是遇到 bug 啦，有的尸体可以一直收，一直收，可是却收不到东西。没有，因为你满了，你子弹满了。他那个，他可能是那个子弹，然后你满了。这边还有一把人玩。啊，你们今天埋陷阱了。那一个不是。就敌人会从那条主道路会直接过来，所以对，尽量吧，越多越好。怎么买啊？那个选你要的陷阱，然后按 F。怎么选？就是四五六，半雷可以拉六，四五六四五六七右下角会有那个，不要丢到手弹。我差点丢出来哦。然后按 F。对对对，这里都会有。你可以买前面一点。像这种有爆炸陷阱的就可以不用买，是没关系的，就一起爆炸。对，跟前面一点，这边会吗？这边不太远了、啊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它会从最角最里面那边会伸出来。再买一个吧。看这边有个地雷，我应该买这个。啊，我忘了跟你讲，不要全部买，记得家里也要买哦。家里也要买。我有埋在家里啊，啊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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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埋在我旁边，那爆炸是会气死。手榴弹应该是守得住了吧？吧、欸，因为它是一波一波来的，所以对。这谁放一颗啊？这么凶哦！我啊，放在这里超小，可以吧？正好在这里要买啊，这里会有敌人，可以吧？后面也会的，那我放可以的吧？埋一下就好了，不用埋太出去。还可以吧？然后反正我们站楼上应该没差。开始来啊！然后才炸四只。哦，那个完美地点。旁边升的，旁边升的，轰轰！尽量打那个旁边升那种漏单的，把它打掉，不要让它去踩陷阱。哇哇哇！有有有！哎呦，干你啊！我直接被炸死！然后我就说那个后面升的，后面升的，后面升的，你被自己的雷炸死，靠背，屌死！白痴！我就说那个雷放那边超废。这啥小？哎，后面升了。用踢的，用踢的。哎、欸，炸弹兵出来！炸弹兵出来！后退点，后退点。哦，
好爽，好爽。欸，先打机枪，先打那个拿机枪的。可以。那个很大只的那一只。先打后面那个拿爆炸兵，先打后面的爆那个拿炸弹的。哎呦，所以。还有。那你可以拿弹药。前面那边，狙击枪是在前面。我看。那个不要踢，那个不要踢，那个死掉。对。